制作的海报，这是胡志强送给好朋友朱立伦的心意。年底选举，两人的名字巧妙编排，相互拉台选情。这场朱立伦的新书演讲，邀请台中市长胡志强与谈，透过两人治理城市的理念，谈城市文创软实力。哎，现在讲到两蒋文化园区，全台湾都知道就是桃园，其实就是慈湖、头寮、前慈湖、后慈湖，还有铜像公园等等。它不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产业？朱立伦表示，将既有文化产业加以创意，就能变成新点子。这次发表的新书《做就要做好》，讲的就是这种认真的态度。这也是他的第一本自传，年轻有想法，很快在政坛上崭露头角。言语清晰，在2100上了，唯一是面貌青涩。因为你刚刚出来上2100啊，那时候头发还比较多一点。谢谢你啊，我希望不要讨论这个话题啊。我们台东人不太谈论头发的，我告诉你，真的。可是刚才在餐厅里，胡适幽默，看得出两人的好交情。两位优质市长交锋，吸引民众聆听，人气呛呛棍啊，就是有两位很优质的候选人哈、准市长候选人，所以都很有兴趣来听他们两个的对谈。借由新书发表，分享地方经营，互相赞赏对方能力，就像一场政见发表会。台中都会新闻陆根权赖益儒采访报道。